地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》说因果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我们为您介绍了和妄语有关的故事。能够真正做到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妄言、不绮语，就能感得语言三昧，称为梵音声。所谓的修行，就是要时时刻刻修正自己的身口意三业，收摄六根，心不向外攀缘，才能做到不见世间过，从常念众生的好中升起恭敬、尊重、谦卑、学习之心，进而常起利他的善念、善行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美国，这是一个落雪又透风非常寒冷的一个暗暝。当时70岁的布朗太太，伊正准备要关店。自从20年前先生过身了后，就剩伊一个人守着这间杂货店。伊年岁真大，体力也有限。最近伊恰恰咧想，伊家己是毋是应该爱将这间店收起来？但是伊只要一看到放伫柜台边布朗先生的相片，伊就会感觉真唔甘，因为这间店对因翁仔某充满着回忆。忽然间，杂货店的门拍开啊，有一个少年人走入来。少年人揢一袋胖加一罐牛奶，走到柜台，总共是10块的美金，但是伊揢予布朗太太一张50块的纸钞。凭着经验，伊马上就发现这是一张假钞。徛伫伊眼前的少年人，遮尔寒的天气，伊只穿一领薄薄的外套，而且伊的面色也毋是真好，一看就知影伊的生活并无好过。布朗太太想一下，真自然问对方：这张纸钞有一点仔垃圾，是毋是会当换一张？也是讲伊有灵感啊。少年人无确定对方是毋是发现伊用的是假钞，伊开始紧张，就亲像一个做毋到代志的囡仔，头咧咧，面红红。伊讲伊的身上只有一个灵感啊，伊已经3天无食饭。敢会使予伊用迄张纸钞来买物件？布朗太太听完，伊无马上回答。少年人有一点仔惊，伊将台面上的胖甲牛奶塞去一边，摕去边啊一粒糖啊，讲不要紧，伊买一个就好。布朗太太感觉，既然少年人还佫会知影歹势，会感觉不安，这就表示伊还阁有良心，会讲白贼骗人，应该是不得已。对一个囡仔来讲，无一定一罐温暖的牛奶会比大声证明伊还阁会当感化伊。所以布朗太太伊就无阁再丢毒，就予伊40块。少年人气未喘，伊接过钱，回头要离开的时阵，布朗太太忽然刺到家己的胸坎，一直话讲会疼，亲像要昏过去。诚实是做人的基本原则，也是和他人交往的重要条件。但我们依旧会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而说谎。然而佛陀制戒有戒的精神，也有开遮持犯。开就是开源、开方便。有时候为了成就圆满一件善法功德，不能说实话，这时候就可以开方便，称为方便妄语。这是指没有恶意邪念，不得不说谎。佛法的精神是慈悲的、智慧的、圆融的，不是死板的。处理事情要看轻重缓急，更要看当时的情况，做适当的考量。少年人一听到声音，就赶紧走过去。
布朗太太将拄只迄张50块的纸钞放伫伊的手内，爱伊去后一个路口的药局帮伊买药啊。少年人点头讲好，爱伊一定爱等伊回来。讲完，伊就往药局的方向走去。伊一离开，布朗太太马上敲电话到药局。原来，迄间店是伊的小弟开的。伊讲，小等的会有一个少年人来替伊买药啊。爱伊介绍的时阵，向伊讲，这药啊需要40块。另外，伊阁特别交代，少年人的手内有一张50块的假钞。电话挂断以后，布朗太太向上天祈求，希望迄个少年人袂阁再执迷不悟，向歹路一直行。真紧，药局就敲电话来，讲迄个少年人伊的表情真紧张，一直咧讲布朗太太的状况真危险，爱因动作较紧的。而且伫介绍的时阵，伊客出来的是拄只布朗太太造好伊的40块，毋是迄张假钞。布朗太太一听到，规个人松一口气。好佳哉，伊家己无判断错误。迄、那个少年人果然是一个有爱心、有责任感的囡仔。过无偌久，少年人真着急，甩开杂货店的门，走到布朗太太的身躯边，饲伊食药啊。迄天下暗，一个少年人坚持要留伫遮照顾独居的布朗太太。隔天会知啊，少年人阁烦恼布朗太太的身体袂堪折，伊就主动替伊搬货。后来布朗太太讲，伊家己已经老啊，正想讲要找一个人来帮忙，看伊代志做了袂歹，就问伊敢有兴趣留落来。少年人张嘴一下，向伊坦白，伊讲家己昨暗所欠的钱其实是假的。像伊这种无老实的人，无值得布朗太太对伊这么好。布朗太太讲，伊早就知影，也已经原谅伊，坚持要将伊留落来。听讲后来迄个少年人成了人色俏气的头家。有时候，一句善意的谎言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故事中的主角运用智慧和方便妄语，让对方不失自尊，体面地接受他的帮助，也唤醒了对方的良知，使他真诚忏悔自己的过错。正所谓安住大圣心，善开方便门。佛法的84000法门是为了对应众生不同的烦恼和执着，不过方便法也不能过度使用，要随顺因缘，才能有效达到教化的作用，否则可能变成慈悲生祸害，方便多下流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叫做孙三的少年，自细汉伊就真敖动歪头壳，为着要得到好处，常常讲白话骗人。有一天，伊伫街上乌白洗的时阵，看到边仔的壁大满伊的画像，顶面阁写着大大的两个字“通缉”。孙三一看，就赶紧避到无人的所在。伊想了真久，伊感觉家己会被官府通缉，应该是甲卖酒的迄个戆人王本有关系。半年前，孙三意外发现王本做的酒香阁纯，而且阁卖了真俗。孙三脑筋一动，想出一个赚钱的办法。只要伊将对王本遐买来的酒，用较悬的价钱阁卖予别人，伊就会当赚到卖酒的钱。当时孙三的身上只有100钱，但是要买一车的酒需要500钱。伊就问王本，敢会当予伊先欠少？等你有钱才来还伊。孙三原本也在烦恼，伊敢会无答应？
结果王本也无加问就同意。孙山伫心内骂伊一声戆人，真欢喜就将车溜走。孙山将酒载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卖，一下啊就卖了啊，而且伊阁倒赚两杯。伊的手揢着装满银两的袋啊，孙山真张毒，敢要去还王本钱？因为王本不但无予伊写欠条，伊若是真正无还钱，迄、那个戆人就算讲到天边海角也找袂着伊。孙山想想的，也是决定要将钱还予王本。毕竟伊家己也阁需要靠伊个酒来趁钱，也是爱先拍好关系才会使。王本看到孙山来的时阵，对伊笑甲真欢喜。孙山问伊，伊着毋惊家己无来还钱吗？王本转胸坎讲，家己完全袂惊，因为伊个酒真好啉。孙山心内想，讲伊讲，伊也真正是有够戆。即便孙山买走了王本店内所有的酒，但是伊却讲家己出门的时阵伤过着急，袂记得诈钱。伊爱王本放心，伊会留下欠条，顶面有伊的联络的资料。王本一点啊也无在意，伊手握握的，讲伊家己相信伊。后来孙山一直到将所有的酒拢卖完啊，拢无阁去王本的店。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。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《地藏经说因果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七为众恶本，自觉善行业，是故智通智，妄言合一人。许多人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，用谎言来欺骗他人，但这些奸巧不实的行为终究会为自己带来无尽的祸害。长期惯用谎言来获取利益的人，不仅无法得到他人的信任，还会结下无数的恶缘。孙山拿着卖酒所赚来的钱，在故乡过得非常好，他将来都没想过王本有办法可以找到他，更加卖讲，以伊的头壳会当想出用报官这种办法来找家己。但是，钉伫壁顶的画像讲明了，伊想唔对啊。孙山非常惊吓，因为官府的人随时拢有可能来抓伊，所以伊赶紧走返去厝，凊彩掀几领衫，甲全部的银票，准备要逃走。结果门才拍开，就看到官差甲王本徛伫因厝门口。孙山惊甲脚拢软去，王本一看到孙山，手指个讲，就是伊欠我酒钱。官差将孙山的面甲画像顶悬的图比对了后，开始怀疑伊。当孙山感觉家己气了了，要予人抓去的时阵，官差开嘴问伊：“你是毋是宋朝本人？”孙山毋知影啥物意思，一下啊才想起来，当初伊留落来的欠条顶悬写的名是宋朝，伊马上冷静落来，讲伊家己的名是孙山，毋是因讲的宋朝。一边讲话，伊一边伫伊个包房啊内底找出伊个地契，顶面清清楚楚写着“孙山”这两个字。王本一听，马上向伊回信嘞，讲家己是咧找一个骗子，因为两个人生了伤过共款，伊才会认唔着人。
孙山在心里没忘本，说他也是跟以前一样好骗，早就知道这么简单就能骗过，他也不需要逃走。官差一会儿看孙山，一会儿又看魏雄，严肃又问他一次，到底是不是宋朝。孙山差一点也没记住还有官差的存在，他忍住心内会怕的情绪，摇头说自己确实不是宋朝。后来孙山秘在厝，几天都不敢出去，一直到厝内已经没食物，他才敢偷偷出门。在大街上一头累累，怕别人会认出他。过不多久，他就发现所有的画像都已经拆掉了，根本就没人在看他。这下孙山总算是放心。那天孙山和朋友去酒楼喝酒，他的朋友忽然说上次卖给自己的酒是真的好喝，叫他再送几车过去，这边会给他相杯的价钱。从古至今，很多诈欺妄语之罪都是源自人性的贪婪，在享受过谎言为自己带来的利益后，说谎者的贪念、执念会越来越深。因为贪心的想要更多，烦恼该如何得到，接着又害怕自己得不到。如同法句经所说，贪欲生忧，贪欲生畏，解无贪欲，何忧何畏。孙山真无简单，才得过官府的通缉，实在是无想要搁面对王本。但是听到有两倍的钱会使赚，老实讲，伊确实是动心啊。想了两天，孙山揣着欠王本的钱来到伊的店，伊已经想好，王本这个人这么好骗，搁好讲话，到时阵伊只要极可怜。先将钱拢还伊，然后向伊买酒的时阵，才讲伊家己已经无钱，安尼就会当骗走这五十台车的酒钱。孙山愈想愈感觉家己真巧，来到王本的店，弄门煞无人回应。隔壁厝边对伊讲，王本因为无法度周转，早就将店卖掉。现在四界在找那个骗他酒钱的骗子，离交酒的时间只剩一天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凊彩拣一间来买。他以为说他的朋友会吃不出来，没想到对方真生气，要求他五天之内要交出跟顶边同款的酒，要不然就不要给他酒钱。孙山已经将所有的财产都抵在这杯酒，若是他的朋友没交酒钱，他就要去做乞食。两天了后，孙山总算是找到王本。王本一看到就说他家己已经找他很久。孙山欢喜说他当然不是骗子，是因为庄卡有亲戚过身，他回去帮忙才会耽误到买给你钱的时间。王本忽然间想起了什么，他要求孙山提出他的身份证明，结果他提出来的资料是写孙山这两个字，不是王本所熟悉的宋朝。无奈之下，孙山只好坦白，这才是他的本名。宋朝是他用来骗人的名，两个人都是他。王本简单的头脑根本无法度理解，为什么一个人会当有两个名，所以他要求孙山交出宋朝的身份证明。但是不管孙山安怎解释，王本也是不相信。王本将钱献给孙山，说他不是自己要找那个骗子，然后他就回头离开。最后孙山因为没如期交出那杯酒，让他的朋友找人
娃娃怕死。如何远离口过，要深信因果，说赞叹语、柔软语，说能启发人觉性的话。有了过失，检讨、反省、改正，只要在因上努力，那么点点滴滴都将是成佛的资粮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《地藏经说因果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